年度魅力演员。执着追求，他不断突破成长，升华演技，扎根生活，他用匠心雕琢着每个角色，乘风破浪，他用实力惊艳众人，在涅槃中振翅飞翔，敢于突破，无愧热望，期待着未来，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年度魅力演员：关晓彤、吴谨言、张天爱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关晓彤、吴谨言、张天爱登台领取微光荣耀，祝贺三位。祝贺三位。虽然在剧中呢，他们扮演的角色都不相同，但是在他们诠释下共同绽放了不一样的魅力啊。那么收获这份微光荣耀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？我们从晓彤先来好吗？晓彤。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。很感谢微博给我这份荣誉，然后在新的一年我也会继续努力的，就是在各个方面吧都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继续加油。下面谨言。非常感谢微博世界大会给我这个荣誉，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刷一下以前自己发的微博，然后很多的生活和工作都分享到了微博里面，有的时候自己都忘了其实很多自己发生过的事儿。也感谢微博真的是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然后新的一年要来了，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努力，更加努力，带给喜欢微博的网友和观众们更多的快乐，谢谢。好，天。能够获得年度魅力演员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微博世界大会给予我这样的一个肯定，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感谢今天到场的腾讯的领导们，谢谢，也感谢微博，然后感谢湖南卫视，感谢何老师，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三位，稍请留步哈，这个其实看得出来三位都是